四十几岁的马嘉祺演戏生涯中最大的障碍就是陈星，因为只要他俩一搭戏，他们就会疯狂的笑场。来，让我们直击现场。来，现场安静。马老师，诺兰导演的新电影想和您聊一聊大概构思，看我们约什么时间方便。辛苦猫安排到好好好